你再好好想一想，在不使用旋风三连踢的情况下，你如何能达到当场 KO 对手的效果？ 这种力度和高度，下劈。空中旋风下劈。七百草再度使用了旋风三连踢，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失败了两次。 跟之前两次的结果一样，旋风三连踢刚刚踢出第一脚就被破解了。破解旋风三连踢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迎击。刚才加藤百合用的就是最质朴的迎击前踢。我就说嘛，恩人会有危险。路飞云，快打！让开！ 这个位置就是加藤百合的高度，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得到。怎么办？继续练习。我一定可以做到。 七百草又要使用旋风三连踢。我们刚才看见了什么？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加藤百合如果选择进迎击，那么百草就会使用旋风下劈，掐劈个正着；如果她要是选择退闪避，那百草就会继续使用旋风三连踢。 どうしたのかしら。出撃。
原来七百草一直努力施展的是旋风下劈，旋风下劈真是本场比赛中最精彩的下劈。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Blue, red, red, win! 哎呀，他，你们想说什么？哎呀，他终于赢了！终于知道猜对了风云话题，脾气太来的。要是遇上这样对手。同时拥有两个绝招，并且两个绝招的第一个动作都是腾空而起，那么再强的选手，恐怕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没错，这就叫进退维谷，囚徒困境。真是辛苦你了。是您辛苦了，陈教练，谢谢你。白草小姐，想采访你一下，请问你对这次获得比赛有什么想法吗？赢了比赛。加藤百合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能够赢她，我也会非常的荣幸。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的人？有，我要特别感谢长安教练。幸好他没有放弃我，我才能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旋风三连踢被破解之后，七百草化不可能为可能，又给了我们新的奇迹——旋风下劈。旋风下劈和旋风三连踢这两个在赛场上令对手难以分辨的绝招，会让他的对手陷入怎样的困境呢 ？KO 女巨人加藤百合后，百草又将创造怎样新的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感谢的人有，我要特别感谢长安教练，幸好他没有放弃我，我才能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东京的酒店已经订好了，按你的要求是百草和长安的同一家，不过他们比赛都结束了，你为什么不等百草一起从东京回来呢？就因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他们就更没有必要待在那里了吧？我明白了。我走了以后，替我好好照顾我妈。放心。太贪心了，再试一次吧，加油。就剩这些了。等我一下，买样东西。一起去买啊。
我拿完东西送给你。这是送给我的。 我记得我们刚到日本的时候，您在站台上说过，以前喜欢樱木花道，喜欢灌篮高手，所以把这个送给您。教练，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师兄说，你现在打过我，我不信，你跟我比。敏珠，我可以跟你在切磋的，我们还是世青赛再见吧。我相信教练能够为我找到参加世青赛的方法的。你的新教练。 真的这么厉害？Excuse me, Miss Chi, you are leaving tomorrow. I recommend you try our private hot spring tonight. It's our pleasure to be at your service. It's just a third place. Oh, are you the champion of Yuan Wudao Girls Competition, Miss Jin? You can enjoy our special hot spring service. It's for free. No, thank you. Great! Let's go there. 泡温泉喽！ 你在看什么呢？萤火虫，蓝色的。真的有蓝色萤火虫啊？又不是流星，你许什么愿呢？你没有听说过吗？碰到蓝色的萤火虫会给你带来幸运的。真的吗？嗯，那我要捉！哎，敏珠，司敏珠。 前辈，快点来啊！其实你看到了，幸运就在你。你证明给我看！田浩前辈，田浩前辈。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他不喜欢你，你没听到吗？他只把你当成是朋友，把你当成是照顾他的前辈。方廷浩，你到底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在假装听不懂啊？离我离他远一点。这是我跟白嫂之间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挡在这里？我是他的教练，我也是。 吓到他了，知道吗？啊，还不都是因为你！够了，天傲前辈，谢谢你一直关心我。 帮助我，你是我敬佩的人，也是我崇拜的元武道前辈。
我一直特别珍惜跟你的友情，可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对不起。 这样还怎么练？廷皓前辈，我还是先回去吧。长安教练还在等我们呢。到底喜不喜欢我哥？廷皓前辈只是廷皓前辈，我们都很感激他对我们的帮忙和照顾。 我也很珍惜和廷皓前辈之间的友情，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其他任何的感情。お客様、お酒をどうぞ。你说不要让我再喜欢你，我也不想喜欢你，可我有什么办法？ 怎么还不去睡啊？我有点担心廷皓前辈，前台说他已经办了入住了，但是这么晚还没有回来，现在又是在国外，我怕他会不会有危险？你想出去找他？ 我不能再去找他。方廷皓喜欢你，这是他的事，你不用有负罪感，也不用过多的去担心他。他又不是小孩子，心里再难受，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就好了。而且以他方廷皓的身手，
要说危险的话，也只会是别人。我出去走走。教练，你要去哪儿？我就到外面随便走走，很快就回来了。好，你早点休息，明天就要回国了。 钱没找回来了，你别过来啊！这家伙很臭。他还好吧？好的很，放心吧，我来处理，你先进去休息。我操！ 白桑，你别相信他，他不是好人。白桑，你去哪儿？他不是好人。来，哼，来，哼，哼，哼，很好。 你还没睡啊？是不放心方廷浩对吧？他还好吗？他已经睡下了。那就好。教练，请喝茶。 您刚才是去找廷浩前辈了，对吗？嗯。我觉得，你有时候看起来冷冰冰的，其实心里却很暖。就像你那个若白师兄。 你不肯接受方廷浩，是因为若白师兄，对吗？若白师兄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就像松柏。 高洁、正直，但是我拒绝廷浩前辈，不是因为若白师兄，我跟他其实并没有交往过。 我只是很清楚，我没有廷浩前辈想要的那个感情，所以我不希望他越陷越深。你说的没错，长痛确实不如短痛。我觉得这一点有一天。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真的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若白已经死了，你还不能接受我吗？难道你喜欢长安？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他不喜欢你，你没听到吗？他只把你当成是朋友，把你当成是照顾他的前辈。难道你喜欢长安？你喜欢长安，对吗？ 啊，不用了，都已经快好了。贴着。谢谢教练。白草。 你什么给我真白色？ありがとう。廷浩前辈到底去哪儿了呢？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也该出发了，走吧。